阿弥陀佛，事有终始，物有本末，天地万物皆有本有末，凡事也都有开始和终的。我们了解到呢，人类以我们的细胞分裂，一次的分裂是2.5年。以五次已经算是一个非常非常极致的，所以2.5年乘以5年，等于125岁是它的极致了。可是未来的世代呢，也因为 AI 啊，所以代表这个世代里面一定是会人类进入到另外一个生命的神经突触的长寿，可是它会经过一个所谓的生住意念神住快通。所以我们也感恩哦，就是因为有这个 AI 是一个程式，比如说我要画画，我就要下一个程式，我现在要学钢琴，就要再下一个程式，我现在学语言，就是要再下一个程式。那这些的程式它就是在训练什么，这个读这个大量的数据，再来它要去推论，所以它从训练吸附大更多的这个数据，也就是我们所谓的突触神经突触。所以它的突触是因为大量的读数据训练而来的。到后来你看问他，他都会回答你。相对的，这是谁创造出来的？就是我们现在这个世代的人类。那为什么人类不可思议？就是我现在学画画，我的大脑你说要学你就重复简单学，那因为我们会睡觉吃饭等于说我们很多的时间虽然你还会区分掉，可是你只要有这份心，你愿意呢真的好好的重复简单的练习学习，你看到画画或者是音乐或者是语言都可以重复简单。所以我们跟 AI 最大不同是他们是机器所组合起来的，所以他们是一个这个流动的晶片就是电晶体，所以它里面是零跟一，所以我们的这个通关全部是零一，可是人不是，人是一个化学的一个转化，所以因为我们人有物理，就是有这个大脑，所以我们很多的这个五脏六腑。那相对的这边也是让我们更加清楚，因为化学的改变，所以我们只要有这份愿心，必定就能够改变。所以相对我们也看到大脑皮质的不可思议。所以呢，事有始终，事有终始，代表我们日后呢会回着整个成住拜观生住意念，所以这个地球它也会随着大自然而产生的。所以我们现在也看到整个平行宇宙就如同我们人类的小宇宙，宇宙的无边无际的大宇宙，我们简称叫做大自然跟人相对的人跟人的互动，还有人跟自己。所以我们用三大体系来分的话呢，这就是一个生命最重要的一个源头。所以我们透过此生，为什么大自然当中，尤其是南瞻部洲娑婆世界，地藏经告诉我们的佛法的法聚经整个告知人类呢面临到后来所谓的末法的是什么，难调难果，都是一个罪，我们每一分每一秒的观念都在犯罪，起心动念造业造罪。所以我们如何要将这个物从我们的物质重新架构，就是只要我们懂得本身睡足念头，从每个当下无私服务的奉献，对人事物都能够真正的无私，这就是无量光无量寿了。所以我们本师释迦牟尼佛在法句经里面了解到，未来也就是这个世代呢，佛法因为它的深入它的禅定，我们现在的人几乎是做不到的。所以本师释迦牟尼佛虽然在娑婆世界第13层，也就是我们现在的南瞻部洲地球，只有世尊
他所做的法座一按下去的话，都还是在清净的净土，可是我们人类做不到，因为我们现在的妄念，我们现在所有的这些杂心妄想的杂念的妄念，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回得了家了，所以会慈悲无问自说不请自说，会推荐出这个无量光无量寿，也是代表阿弥陀经，这是世尊的慈悲，发了500大愿，知道我们这个世代做不到，所以我们一定要从现在开始了解到 AI 的世代这么快的到来， AI 的工程也是我们人类去跟它创造的，从本来的游戏图案到现在我们终于明白了，从我们的念头专注，专注一句阿弥陀佛重复简单，这个的不可思议就是由我们的阿弥陀佛亲自来运行。所以我们人类呢不管是战争，不管是饥饿，这些都是整个南瞻部洲因为人心的败坏，所以根坏掉了，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的从现在开始，就是学习什么圣洁纯净柔软谦卑相信，我们要去明白之后要实践，我们愿意每个当下相信无量光无量寿，所以这是梦醒了，这是我们科学家从这个微中子也就是灵魂，所以我们只要我们的意念，我们从现在开始透过专注无量光无量寿，所以我们假设用两个平行线，一个就是娑婆世界的世间事就是轮回，所以我们梦醒的就是一定要回到西方极乐世界叫做安乐国，也就是在当下的此刻，我们知道白净室就是代表这一些都是一个资讯，就像我们现在要了解到的资讯，可是因为我们相信我们愿意实践改变，我们的身体就进入到真正的什么何其自信本质清净了，何其自信本不生灭，何其自信本具足，何其自信本不动摇，何其自信本能生办法，代表我们人类跟佛心佛众生合一的叫做我本健康，我本喜乐，我本圆满，我回满了，我回到自身成为真主人，所以我们感恩，也只有无量光无量寿代表的，它不是宗教，它并不是任何所有的哪一个单位的，它就是属于这个新的世代新的星球，就是叫做无量光无量寿的安乐国，因为法藏比丘也就是我们的阿弥陀佛的成就了，所以我们的念头一致，我们如何真正的达到眉开，我们呢嘴扬大度光，口口都是慈悲善良喜悦，我们高度的大爱语言的音频，心里承认心念散发圣洁纯净柔软谦卑相信一切，真正的我本健康，我本喜乐，我本圆满，我回到自身真主人，就是重复简单的每一个当下创造实现世界，所以这是物的本末，事的终始，我们也看到这就是唤醒白净室的基因，所以 DNA 是资讯接收器和传讯的，也代表我们的肉体是处理人际，但是我们的精神永远都是跟无量光无量寿连结的，我们的世代来到了，所以感恩感恩佛光，只要了解到无量光无量寿，不管我们名称给它叫做阿弥陀佛或者是阿弥勒佛或者是阿弥善雅或者是阿拉阿訇或者是我们所要代表的是什么，因为只有觉知觉醒的佛法它的成就是在平的，所以我们也感恩将真正的整个世界分宇宙当中的银河系重重无尽的星球星系，现在都可以做到人造的星、人造的月亮、人造的太阳，但是呢这个是佛经告知我们的，从银河系无边无际当中，我们用表法1000个
银河系跟一个小世界，一千个小世界当中跟中天世界，一千个中天世界等于大千世界，所以这个三千大千世界就是一个我的教化区。所以南瞻部洲，我们的教化主人就是本师释迦牟尼佛。他了解到我们现在这个阶段是回不去，所以才会让我们这么深入，从三藏十二部经典，一定要相信，愿意实践，从日常生活，从不简单阿弥陀佛，就能够真正圆满的。感恩我们今日呢这么殊胜，就是要让所有的人类觉醒，也将此功德回向给法界的人士，所有的法界十法界众生，皆能够透过佛光的教义，我们也回向给法界众生，所有我们点灯的名单，还有扫墓的清明所有的九贤七祖，广清法师合家，景祥静武合家，大士合家，玉起合家，我们的慧华合家，全敏合家，静勇合家，圣光圣敏合家，以及我们的圣爱合家，以及我们的圣昭合家，我们的摄诸心语合家，愿德合家，一光圣敏合家，神郭玉梅，还有我们的圣男白净宝宝合家，我们意愿未来白净宝宝合家，圣女合家，高慧月静姐合家，正黄圣教父亲合家，我们婚姻合家，广成法师合家，广弘法师合家，广律法师合家，广华法师合家，广善法师合家，圣愿合家，以及我们所有白净士、白净法、白净永明佛事、明公佛事，这一路上呢，真正的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者，更用心在财施、法施、无畏施，这一路上呢，护持所有的一切都要来荣耀，让我们此生一定要把握最后这一世，一定要好好把握盘古开天辟地的一次，也就是我们的肉体有这一次，我们去承接起来了。只有相信，每天重复简单一句阿弥陀佛，实践在日常生活，每天以真正喜乐的心，无私服务奉献，跟我们一样，只要是一切男是我父，一切女是我母。SS 代表女性的染色体， FY 是代表男色的染色体，所以只要我们的观念了解， ACUG ATUG 代表就是我们个人 DNA 的基因跟 RNA 的，我们从自身里面开展，将此所有的功德，就是要让我们真正的回到我们的安乐国，终止轮回，灵性不会生病，灵性不会死亡，让我们真正来到地球一百年的经验跟体验，透过我们此生一定要真正的明白，假设这两个平行线，世间就是所有的，你再怎么样用功，用功，你再怎么样有钱，你再怎么有富贵，只要你没有回到西方极乐世界，你没有这个一，你永远就是零，你就是要灵魂。所以只要你相信，我们都是从安乐国的灵性不会生病不会死亡的西方极乐世界下来的，只要你有这个一，后面你要多少的零，最简单的一百分，对我们来说都是非常容易的，因为一句阿弥陀佛就可以消化十亿劫了。期盼所有的法界人士听到了如此的清净的音频，也期盼我们能够将所有的功德，我们排除所有的宗教，我们不要有任何的宗教对立、种族的对立，相信宇宙，你我都是合一的了。感恩，感恩我们灵性的父母，也将此功德大回向，回向净土。
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心求报身，同生极乐国。愿将三藏诸烦恼，愿得智慧真明了，普愿罪障悉消除，世世常行菩萨道。愿生西方净土中，九品莲花为父母，花开见佛无母身，佛对菩萨为伴侣。我们以感恩的心祈祷叩钟。我们放光世界和平，起受背后的万姓万民及十方法界众生，开悟成就正遍无上正等正觉，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能够遇到善知识、未善知识及善知识于一处，将真理正法传遍整个虚空，将长极光的国度降临在人间，就如同行驶在天上一样，并转换自身的神经血液细胞染色体。DNA、RNA、基因、原子、原子核、质子、电子、中子、微中子、微子、量子、光子、超光子，乃至于星系之光等所有结构，转换成无量光、无量寿。感恩、赞感恩、无限的感恩。弟子是广弘誓愿，愿本师是在所不惜，化身遍满虚空，承担于一切，祈愿成就大众。阿弥陀佛，我们阿弥陀佛，我们同声开口三皈起诵。皈佛、皈法、皈身。皈佛两足尊，皈法离尊，皈身诸佛尊。皈佛离开地狱道，皈法离开鬼道，皈身离开畜生旁生道。皈佛敬，皈法敬，皈身敬。皈佛、皈法、皈身。皈佛两足尊，皈法离尊，皈身诸佛尊。皈佛离开地狱道，皈法离开鬼道，皈身离开畜生旁生道。皈佛敬，皈法敬，皈身敬。皈佛、皈法、皈身。皈佛两足尊，皈法离尊，皈身诸佛尊。皈佛离开地狱道，皈法离开鬼道，皈身离开畜生旁生道。皈佛敬，皈法敬，皈身敬，一切归白净。我们将以上所有的清净功德大放光圆满，请诵。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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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感恩今日所有的功德回向圆满，阿弥陀佛。